死了他。我怎么死就见谁一次？这几年不是也不懂事吗？染上这罗非斯他，真正下去。对，染上今天也听了个人南三百级，那个老大是什么嘛？对，叫罗非斯级。对，染上怎么也听了个级，这几年三次出级。这一段时间没听了的，染上叫罗非斯，因为现在南大真有几个他，他把南大下去了。别叫他，这个现在重要不清晰。上个上班忙啥呀？在那浪平坐，他要留了几个月，肯定开单。如果是今年，我那啥时候去？谁去接我看？这也上完学了。昨天，昨天今天先起来做什么看？上去说，今天就安排。还有他们同事队员，都是新同事。他懂他不？你晓得吧？我的工作时间，他一直都尊重。三点多了，出去看。那几本书记完成我行政说拿到了高级的最终就觉得这场这家老板太真实一段消息呢然后我这个也完全的接受你了你想将来黄牛局这就能没有去的给你这里提了去大把的庄园我的面前了黄牛浪漫家长同志我这面前了黄牛局这就能我不去自己的事情是那么好的学习好的同学等中中年中间时间连续入正品加高冷品大家准备起来是第十一时间这个风中中的人三不把等